接下来我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充电器12伏、24伏是自动转换充电的啊。现在是指示是12伏，这边压上是12伏。这个时候我接上12伏充电槽，看一下它是怎么充的。这个时候是12伏一个电池，这时候我们这个是正在充电的，电流显示6%，是吧？我们到这边显示的是12伏，我们把它转成24伏。直接把这个夹子夹到24伏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已经跳转为24伏了，已经自动识别了24伏，这是充电器的，对吧？